小朋友拿起水枪，一阵扫射，冷泉故乡竹澳逢节泼水，现场充满尖叫声，民众大呼好过瘾。超棒的，超开心的哦！有消暑的效果，超级有消暑的效果，非常棒。好玩。30度高温打水仗还不够，民众直接跳进冷泉，全身冰清凉，好好泡个够，包准全身通体舒畅。 看起来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有消暑到吗？有啊。苏澳冷泉全年温度保持在22度，是全年独有的冷水戏水区，每年吸引无数游客到访，也为苏澳周边创造巨大商机。 百米木屐馆游客敲敲打打，忙着 DIY 制作生肖钥匙圈，做老虎啊！哎，是老虎啊！两只老虎。我是剩老虎啦。一旁几位是香港来的国际志工，就住在这里体验台湾。其实我主要来的目的就是想出走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在香港的生活比较大压力，但是在台湾那个生活的步调比较慢。木屐馆赶工变身青年旅馆，要在暑假开张，抢时来泡冷泉的 背包客，距离冷泉10分钟车程不到，就是有情人湾之称的内皮海湾。居高临下的咖啡厅，一眼望去就是整片蔚蓝的无敌海景。这是宜兰人的私房景点，到苏澳泡冷泉，顺道游也为小镇带来庞大商机。记者林医生、林玉涵，宜兰报道。